情绪管理出问题，法官律师都敢呛。我儿子就像你不好住啦，存款哦，归爸爸弄，不用开掉。结果上法庭的时候，对方先哭啦，下庭了之后呢，法律输啦，斗不过我啦，我是科班出来的啦。法官因为真的很重视小孩。你不付我钱，我直接去强制执行你。我把我的账户全部解除，你让你执行不到钱，直接跟法官法官呢？对，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熟女家务事。